烧好了以后，是不是撕书那个情景很壮观？那他为什么撕？不是一个学校这样，他这么厌恶知识，包括火灾的时候，那个小孩把自己的书包扔进去了，被消防队员给抢回来了，寒假作业啊。他为什么这么痛恨学习？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教的做这些题呀、啊，没有人情味儿。我们的科学不讲人情，这很可怕。我们看排名在100名之内的这些世界上的科学家，全都有宗教信仰，没信仰的是很少的。排名前10位的顶尖科学家，全都有宗教信仰，什么基督教、天主教、伊斯兰教、佛教，这些信仰有人情味儿，给人心灵上的归宿。